这个男的清新脱俗啊，长得像我的理想型。仔细一看，哎，陈麦冬，我的旧情人。上车。越来越沉，听衣服就可以了，那不危险吗？还挺亲密。你个大男人还怕搂腰？有赘肉啊？你现在话怎么这么多？我本来话就很多啊。你小时候可不这样。怎么样？自来熟。不好吗？你没发现我刚凭一己之力扭转了尴尬的开会气氛吗？求你还是安静点吧，至少没那么烦人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我呀。陈麦冬，你是不是有一点不自在？哎，陈麦冬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对你还有旧情吧？说实话，我在高铁上看见你的时候，虽然没有立刻认出来是你，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小鹿乱撞了一下。我心想，这个男的清新脱俗啊，长得像我的理想型。仔细一看，哎。陈麦冬，我的旧情人。干嘛急刹呀？下车，把你拐杖给我。你这眼睛看到我现在还拄拐了？不是我说你两句，怎么还抢劫？你说我疯？干嘛呢，老头？我报警了。陈麦冬，你真狠。这包比我都贵。庄姐，刚才看你踹人的时候，腿挺好啊。那是个肾上腺素，懂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这定制的假肢也不是白给的，下午接受枪出了点问题，磨一阵还是能继续穿的。所以，你是在故意逗我的？你不会以为我故意？逗你，
你说哪部分啊？我装瘸，还是那句，你是我的理想型和旧情人啊？都有。都是真的，也可以都不是真的，看你怎么理解。你可以啊，现在出息成这样了，还行吧。人生苦短，好像也不必太认真。就比如今天和镇长开会的这帮年轻人，当时都热血澎湃，等出了镇政府的大门，风一吹，气儿一散，说过的承诺，谁还真记得？镇上现在的肉联厂，是王家二儿子从北京拉来的投资。邢山上规划了梯田，杨沟村种了几十亩的山药。这些都是在外省工作的年轻人帮镇上干的。庄姐，你十几岁来南平，没有感情能理解，但不代表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满嘴跑火车。你还真觉得我觉悟比你低啊？你以为我这么多年金牌销售闹着玩啊？明儿我叫你看看，看看我，看看我庄杰能为家乡做多大的贡献。妈，妈，妈，拐杖。哥，这回你信我了吧？咱姐就是被PUA，真有可能。